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天发呆，好久不见，各位来，我们的钻石抽奖呢，在刚刚五点钟的时候终于公布了，然后很明显的，没错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他写说在劫在离，而且我现在非常怀疑这件事情，这个东西它就是来给你回收金币的，我现在非常郑重的认为这件事情是完全不要去刷的，太贵了，花30万只抽了这五箱，而且还是全世界跟你拼这200个名额。有韩国，然后韩国中文，哎，中文的有没有认识的？有一个叫小朋友福福，我看下中文的就好了。有韩牙刃牙刃牙，说不定有，哎，有没有人是花一块钱中？有没有名字在里面？草三小，有一个叫猫大的大提壶吗？测试员有没有认识的在里面啊？泡面，哎，泡面好像有点熟。软糖腐乐，哎，骰子牛排，等一下，骰子牛排，然后瑞登袋子，疯狂小屁颠。骰子牛，等一下，骰子牛越来越熟，好像是不是同一个？不会杀我就直接放弃。英俊龙，然后是富刚义勇，等一下，这些人真的有，好像怎么感觉有打过，原来没打过。熊熊，马国宝，马宝国吧，然后是马宝国啊，对我讲错，然后是大帅哥阿静妹，然后是神样，夏之忧郁龙心天玄梅月，没有认识熊猫，没有，就这样，然后。我们花了30万，然后就只打开这个东西，打开几次而已，我觉得太亏了啦。我看下这个还没有台湾人中，我也是在，这个只有30名而已啊，这个很少哎。然后对啊，200名那蛮多哎，对啊，那我觉得还是抽这个比较划算，不知道没有啊，230名的话要乘以50倍，如果按照这样想，每个人投5的话，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错哎。可是全球才50个人，太难了吧？真的太难了吧？郑董你好，没了，中文就两个。没有没有，还有一个男神哥哥东东，有四个，所以我不是能这样去推测，就是玩这个人只有30×4的台湾人而已吗？对吧？好像外国人居多，对不对？刚刚台湾人也会取外国名字啊，所以就比较不准就对了。然后这个也没有啊，哇，怎么办？就这样子而已。然后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这边下面有一写叫距离下次参加还剩下17个小时18分。所以说他每一轮都会给你来一次，还是说每一个礼拜一轮？等于是假设如果每一个礼拜30万的话，一年是52个礼拜，这样就要1500万。如果每个天都参加的话，你一年要准备1200万、1500万才可以把这个活动给他弄完。那如果是1500万的话，我们这边一个宝箱如果开10箱的话是2万多，我2万多啊，一年有365天，这样的话总共会是700多万。所以我一天至少要刷20箱，我至少要用日月烈打2局，对，不然就是新交1局，才可以把这个活动给他盯好盯满。我个人觉得是不需要啦，太难了，太贵了，真的，我个人是觉得啦。那如果你有抽到的话，麻烦跟我讲一下，你抽到之后他是怎么给你的？我免费的白嫖一次就好。我相信之后的抽奖人数会减少。不过换个角度讲，今天抽奖人数减少之后呢，抽奖的几率又会大增。好啦，我下一波我可能会到第3波还是第4波才会再抽一次。第二波感觉人还是很多，按照正常情况慢慢变少，慢慢变少，后面会少到一个极限之后才又慢慢变多，慢慢变多。我大概会到可能明年初吧，或是过年那时期，我们再来抽奖一下好了，不然就太难了。我346、349次，一个都没有太难了啦。他也不跟我讲中奖几率有多少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写出几率，他有没有写？没有。然后没有都等看一下，也没有参加宝箱，也没有，对吧？什么都没有，就这样而已，也没有说有多少人。如果他上面有写出人数的话，或是说你抽中的几率的话，我觉得会比较幸福一点啦。不然的话，这样看起来真的是把水丢水沟，很明显的在回收金币啊。我个人建议是不要啦，今天只要抽免费的就好。这个时候我不管你是老手还是新手，我个人建议都不要，除非你一天有刷满2次以上哦。因为我说的2次只是把这个活动玩到底而已哦，才只有2次机会哦。然后如果真的还要你连你的卡片都要刷的话，你还有钱的话，你可能要一天要刷4次才可以，对吧？至少要3次啊，要大于2次嘛，至少要3次，每一天要3次才可以把这个活动玩完，同时又去增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对吧？不然的话你根本没有钱去升级你的骰子，因为升级骰子其实一颗也是很贵的，像我这样子13等升14等，一颗就要20万，如果今天是14等升15等的话，一颗就要40万了，大家都知道这应该有多贵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了，今天的影片比较短，就到这里啦。我是 PF， 我们下次再见，3、2、1啊，拜拜。如果有什么组合想要跟我分享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话，就在 Discord 里面私下留言给我吧。
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另外 ，Discord 群已经开放了，如果想要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，欢迎进来吧。虽然我不常出现就是了。